仙和魔本无不同，一切分歧都来自于这混元石。前生今世受者阴，那来世又如何？你与道皆我所求，却情怀不得，不想以复仇来做唯一的价值，我错了吗？人会说谎，剑不会，今后我以剑为言。玄有道，魔有宗，为何我们就是妖？这几世追寻的信念，是要守护的诺言，辜负这一场今世的波澜。给我参透这道心的眼，让我超脱这红尘的牵绊。天地无与我未相离相恋，尘世有先不过一念之间，天地无与无为相离相恋，尘世有劫有缘，或许或悬，仙道还是魔约，难分难辨，一生一息转眼又生万年。臭小子，住手！
界，却不敢见。你究竟是谁？你出来！该来的总归要来，躲得过今日，躲不过明日。我知道了，你在说话对不对？是你？你是谁？为什么与我来这里？跟我来，我来帮你，帮你把桎梏都斩断。燕姐，自从看到那几道剑光，我们就一直追着这个方向，都走了好几天了，但这里似乎都是树林，没什么路了，我们还要走下去吗？你懂什么？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小皇帝下落不明，我想一定和那些妖人魔道什么的脱不了干系，还有冷姑娘也在追踪他们，只要方向对，总能找到他们。哦，好，但是燕姐，现在咱们该往哪儿走啊？切，这你都不知道？我往哪个方向呢？嗨，没路，直接进树林不就得了？嘿嘿嘿。果然就是个毛丫头，真是没见识。怎么是你这个杂草猫妖？哼，死丫头片子，你自己找不到路，还敢骂本大仙？哼，真是喝凉水都会塞到牙，迷了路还遇到妖怪。说，这鬼打墙是不是你搞出来的？你再说一遍，本大仙是百年仙芝修成真身，不是什么妖怪。你自己笨迷了路，相赖在本大仙身上，门儿都没有。你，燕姐，你别和他吵了，他就是只猫。你们，凌鸾，你都几百岁了，能不能少说几句？为老不尊，你懂什么意思吗？本大仙的为老不尊，都是像你们这些没大没小的晚辈给逼出来的。剑仙妹妹，果然遇到你了。柳姑娘，你们也是看到了剑光？不错，虽然他们剑光神速，但是本姑娘的轻功也不是盖的，大方向还是追得上的。只不过在这里就没什么路了，也没看到他们的影子。柳姑娘，你们并没有走错，我和凌鸾也是跟着剑光来到这里的，我想他们应该不会无故消失。不会有人平白无故消失。还是让本大仙的法眼来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障眼法。不，这次我想试试现在的灵韵能否提升到探查附近的变化。智慧年轻，三神永久，心神安宁，后无丧亲。果然是这里。师兄，到了这个地步，你还想抵赖？师兄，你已经大逆不道，爹命我来清理门户。
不，不，侯爷，我不是存心的，我不是。侯爷，侯爷。红叶，师兄，爹已经许了我和大师兄的婚事，以后我们不能再这样单独见面了。红叶，你不是说过你非我不嫁吗？我们才是青梅竹马，你不能嫁给他。莫迪，他不配。他不配，所以你就杀了他，是吗？不，不，意外，我并没有要杀他。你不但杀了大师兄，还杀死了爹，是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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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爷，你别说了，别说了，我没想毒死师父，可他为什么要把你许配给别人？明明他是我爹呀，他明明知道我不能没有你，可为什么他要向着外人？我没有师父，我没有师父，那都是意外。背叛师门的逆贼，受死！灾劫已经满了。你究竟是什么人？金身能困住本座吗？看看周围，你现在只不过是一堆烂石头，但本座会留着你这些石头来印证这千百年受到的所有禁制都是本座的修行魔力。你在说什么？你究竟是人是妖？妖？你心魔如此之强，早已禁妖，还敢来质问本座？看在你帮本座把剑带来，由于心魔破了和尚的接地法印，本座可以告诉你，本座就是天魔袁煞座下大弟子石破教主师尊等臣。
剑起三尺清风啸鸣，踏个心连天地之音，霜花尽散几风泪磨砺，凛练出无心之境。风起中落雨恋人心，一见心都凤凰之力，混沌尽寒芒开天辟地，冻裂万年的心灵。剑飞扬自笑地落，人传说黄泉生死簿，刀磨亮清浊云，人间相合。那一刹惊空破苍穹，霹雳动山洪，心连剑扫却一切魔踪。